各位小金粉大家好，我是 KIN 阿金。哪里啊？双门在上面。这哎、欸、你们都有看到。哇，好，看到了古罗帝金力霸啊、哦！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！细数炫炮特技啊、哦，然后它有两个颜色，哎，这个双臂哦，雪臂跟这个原子轮胎。我看大家都改这个啦，大家都改原子轮胎，说我偏偏要选这个双臂，故意要跟人家不一样。来，防御升级100%，刹车赛车级刹车哦，我们来改一下，应该这台应该理论上是最强的小型车啦，没意外的话，其实我也没有试过其他的小型车啦，就当说它是最快的吧。甩尾型保险杆、赛车保杆，然后还有这种街头的，我来看一下哦。我觉得这一种的比较帅，赛车型的保杆比较有赛车的风格哦，所以我们改这个。然后保杆的部分，它只有一个可以改，就是碳纤的扩散器。好，改下去。引擎的话升级100%，加速还没有全满呢、欸。再来。这个光滑引擎盖，双通式跟这个急通风哦，洞挖了很大坑，你们最喜欢这种洞很大坑的、啊。喇叭不用啦，车灯改一下啊，霓虹套件，前后左右全部都改。然后涂装，哎、欸，这边还可以再改一次涂装哦，那就不用动啦，我们就选这个58号的涂装。哎、欸，这也可以选无哎、欸，但无就没有赛车的感觉啦，就逊掉了。那车牌的话，我们就是黑底 LKK。喷漆的话，经典要改什么颜色呢？哎呦，这种配色好熟悉啊，黄色配绿色，这好像不知道什么东西的配色吼，蛮搭的哎、欸，刚才那个配色蛮搭的、喔。粉红色还是深砖红？红配绿搞臭屁，纯黑的也还可以啦。然后我觉得那个黄色配这个涂装还蛮好看的，所以我们就选黄绿配这个。然后有人说金色，我们来看一下金色是这样，还行啦，金色这样看起来还行。副色调是改天花板是不是？天花板都改红的，深装红，超怪的配色，改粉红色的。如果再一个黄色，其实还蛮搭的啊。黑色好还是黄色好呢？黑的好了，我们来黑屋顶，难不成要雾面吗？雾面黑也是有它不错的风格啊。雾面黑啊，不要雾面，亮面的。哎呦，这车顶是什么？看不懂。双车顶通风口，然后这是一个碳纤通风口，但是只有这个比较明显而已啊。好，我们就选这个啊，越烧包的越好啊。导流板，低导流，原厂的是有涂装的哦，这个就没有涂装了，但是看起来比较暴力。中的，哇，这看起来强悍多了齁、哦、中老流板啊，这看起来强多了。悬吊系统，跑车级悬吊系统，它应该没有再更多了啊、哦。好，就跑车级，然后赛车级的变速箱，怎样加速还没全满欸，涡轮改下去，哇，全满了，这样才强嘛，对不对？车轮该不会要传说中的猎豹啊？就猎豹啊了。欸，等一下我改错是不是？我改到那个铝合金的是不是？你看颜色不能选啊。我改到合金的没关系，合金的也不错啦。合金的不能换颜色啦，但是改猎豹啊的合金完全看不出来是合金，好不好？轮胎款式，轮胎强化，烧胎烟雾的话不用。车窗啊，车窗就原厂的就好啦。好，就这一款啦。离开至地面出口。长楼。哎、欸，借过，走了，哎呦，这甩尾甩起来啊，甩起来的感觉，哎呦，哦吼，哦，它会翻车啊，它有过弯抓地力其实还普通，所以他这台应该也是前驱车啊，是不是？过弯会翻车啊！
哎、欸，还可以啊，勉勉强强。拉手刹车就不太能过弯了。又要测潜水，哦，一天到晚浅滩啊。哎呦，这个甩起来，来甩起来，甩起来。哎、欸，借过啦！呜呼！刚才好像撞到了什么东西啊！洗一下车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不要！哎呦，我刚以为车子坏掉啦！哎、欸，这血迹没有清掉哎、欸！我刚才想说我车坏啦。来测一下潜水啊，往最深的地方冲过去。哎呦，前轮浮起来啦，它进水里就没有什么动力啊。哦吼，哇、欸、可以可以可以，哦吼，还动了起来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这边怎么有一个人坐在这边啊，不小心撞到了。呜呼！呜呼！刚才好像撞到了什么、啊？呜呼！呜呼！Holy shit！ Holy shit！ 疗愈时间。会怕就好啊！完了，警察来了，救生员看什么看？带你去海边潜水。好，直接碾下去！呜呼！爬起来挺快的啊！哇，直升机来了！直升机不要冲动啊！我只是在新手练习开车而已啊！我一开始练习，开始慢慢着急。哎，怎么人都不见了？大好天气，为什么大家都不在海边玩呢？哦，有有有，这个，哎、欸，感觉很舒服啊！呼呼，好了，我们去测一下直线呐。反正这台基本上一定是不可能可以潜水的啦，没那么好的事啊。呼呼。欸、可是他这么深还没事哎、欸！天哪，我给他开到最深的地方去啊！欸，这还可以潜水、欸，有没有这么深的地方？没问题啦！来啦啦啦啦 ！Three, two, one, go！我觉得28差不多啦，我猜28啦，28，看一下第一人称，
哦，非常老旧的 T 人称两人座的而已哦。它的轮胎是宽版的哦，爆龟的。我要 27.1 啊， 27.1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再快耶。欸，这一台真的快，这比那个原野行者跟那个什么经典天威强多啦。I recall